直接做攻击，而且打的落点看有没有办法被接住呢？接住了，李胜宇又是一个 nice play。哇，这场比赛两边就是在比手背啊。哇，真的是在比精彩的，虽然林立打得不差了哈，可是还是飞球被没收，形成了第三个出局数，乐天没有得分。赶快订阅起来，才不会错过我们哟！一个月70人，还有